接下来来实战这一对星石，全部升华满，不用多说了吧，超油。如果刚才没有看到的朋友可以再看一次，看到的朋友可以再看一次，再疗愈一次，好不好？然后整个再崩坏一次。开左边比较痛吧？对啊，等一下我们可以试试看。好，第一关，洗技能。OK， 这对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没有开技能的那个回血能力怎么样？好了。反面不是很好，这样好了。好，三把升华剑，回了多少？20000多是不是？但没有很清楚看到。最强的剧本就是没剧本。对耶，随便打好了。这边好像可以这么嚣张耶，随便打都可以过。大夏快停剑，我要关电脑了，下次再看直播。好，小猫咪，谢谢你，今天来看直播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次这个回复力，好不好？16、13、4万多，这对回复力不算高哎，还好。好，不过第二关这边我们可以开点技能，啾！好，这个怎么转呢？相信大家应该懂吧，就是把那个珠子全部靠在一起。好，看一下，哦，这天降多一组光珠。40%天降不是叫假的，我来看一下伤害。好，接下来要肯给大家看看见证奇迹的时刻了。这样打就打418了，你觉得很高吗？不，我们还有更高的在这里。我们这个组合技能开，再开地吸感，给它灌下去，再加上那个40%的升华天降，哇，多天降，多天降，多天降，22。16亿，太扯了！你确定这个叫剧本？我以为是按技能，没错，这对就是这么简单，按技能就能过，完全不需要脑。按技能队伍，按一按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，很棒，可以，很棒！哇，这天降，这40%的升华不是叫假的，48光珠天降，真的有天降的感觉。哇，这比刚才更夸张！哇，好扯。然后这个回合怎么打？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了，就是 SOP， 先炸板，再开天马流星拳，最后第七杆给它灌下去，就是这一队的伤害。哎，我觉得怎么每次都有基础，基本都会天降多一 combo 给你啊，太扯了。然后这边是光属，剩下10%伤害，所以大家看到伤害要乘以10，没破亿，有点尴尬。好，不过没关系，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，继续看下去就对了。啊，第七感什么的随便开啦。哇，基础17 combo 欸，怎么搞的？这真的是正常的吗？基础17 康，其他都要哭了。玛雅说不定认真天降都还没有这个 combo 数多欸。玛雅的颜面，好，有技能就开嘛 ，OK， 非常棒，非常棒的玩法哦。右下、左下有框框有什么用？哦、啊，那个是紫龙的队长技能啦，像我们现在星矢当队长就没有那个技能，对。炸一下板，很可爱。好的，第七感给它开下去。好，总算变身完成。接下来就是真实立场了。好，6亿的伤害，我们接下来来开这个天马彗星拳。哎、欸，这个最后再开好了，先开这个天马彗星拳，加上祭王拳，这可以开两次哎、欸。好，来，接下来这个转法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我们把光珠转好，然后这样子啊，大概都是这个形状，可以，这样就10 combo 完全没问题。20亿，20亿，
What？ 你做了什么？21，有点搞笑哈。再一次啊，大家可能没看清楚，没关系，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。12亿，感觉好像在打旁边路过的那个，一下就可以把别敌人捏死的那种感觉，有点扯。哦，时间转的时间太长了吧？等下王冠，我们再开极限爆发。这一天要到15combo也很扯哎。这伤害3亿耶！刚刚没有开任何技能哦，刚刚平砍3亿，平砍3亿，注意这个数字。然后我们再开爆发，这边我们依然是不开龙科，不开开龙科的增伤比这个第七感还要低，所以你可以的话就直接开第七感。好，那我们直接来一个刚刚的组合，可是队长那个倍率会更夸张哦，这个射手座之剑。最夸张的要来了，第七感来了，来喽！哎，跟刚刚笑的怎么不太一样？你刚才笑的好像是这样了，对，好，这一坨下去，37亿。今天的最高伤害，天哪，这个玩起来的爽度太高了啊！九峰终于变双周了，这个整个打起来，你只要会一件事情，你会开技能就好了，从头开到尾，这技能多到，这关卡从头到尾都在开技啊，没有在转珠，都在开技，好不好？所以星矢这个复制人给大家参考一下，就是这样。